尤其那个人要大骂他那个翁文俊啊，要抓到他哈。鲜绿色线台的岩壁被刮出一条条痕迹，甚至被游客刻下名字，写下翁文俊三个字，或画上爱心留念，四处可见到此一游的痕迹。彰化市公所做出重大决定，社区本身固定有在巡守，对，我们不能让他进去，封闭就是封闭了。对，八卦山一线天秘境，茂密树林十分隐秘，最窄的地方仅一人侧身通过，树林末梢的绿意与耀眼阳光形成一线天。很多在地人都不知道此处，近年来网美频频来打卡，瞬间爆红，假日游客从原先二三十人增加到十倍，但如今暂时封闭，游客大喊可惜。我觉得很可惜，觉得应该是大家要爱惜，要爱惜他了，对。啊，没晒你啦，这天然的物件，这关于没意思啦。市公所规划未来开放时将改成收费入场，并培育志工陪同游客进入导览，避免再度遭到破坏。三立新闻许淑蔚彰化报道。